那两个星期之前，一名网民在推特上就询问：现在校园里头是不是还存在着月经检查的做法呢？ 怎么知道这道问题一抛出来呀，可是一呼百应。网络媒体当今大马之后，还在网络征求这类故事。不少穆斯林女学生都投稿记录说，自己在求学的时候都曾经被老师检查过私处。有的说啊，自己被女宗教老师指示要脱下内裤；有的就被摸了屁股，还有下体，来检查说他们到底有没有卫生棉，以证明自己真的是在经期来潮，而不是故意要逃避集体祈祷或者斋戒。 那月经检查的课题在网络上爆开之后，多个非政府组织和政治领袖也不断出来呼吁教育部必须要采取对付行动。而教育部长拉兹早前被追问的时候，他就回应：“不是教育部不要查，而是没有证据，你要教育部怎么去查呢？”他因此就呼吁民众，请大家直接就告诉他，到底是哪些学校还存有这种月经检查的做法，教育部就会采取行动。 那因为教育部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呢，都没有发现到任何的新发现哦，所有学校他们都否认做过月经检查这样的事。那教育部长那边就说给他名单啊，他会去查。而今天网络媒体当今大马他们就已经提交了涉及月经检查的15间学校名单给教育部。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该媒体向学生收集了资料之后发现，全国至少有15所的学校的教职人员，他们曾经检查女学生是否有来月经，而这15所的学校涵盖了中小学，名单上也附上了包括受害学生他们所点名的社监和老师。 无论如何，名单当中呢就没有受害者的姓名，以保护学生的隐私。 月经检查存在在我国的中小学里头，那妇女行动协会阿旺代表就告诉八点四日报，这反映出大马社会的价值观其实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呀。对于 body autonomy， 对于 consent 同意，对于生理界限这些概念，现在反而更多人对这些概念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但可能之前对于这些概念了解就可能比较缺乏一些。 缺乏对于女性身体权和女性尊严的认知，因而爆出了针对女学生的月经检查事件。妇女行动协会代表陈其旭受访时指出，虽然这种性骚扰的校园文化确实让人不可思议，但是这种不良文化发生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被揭发，除了因为过去学生根本没有管道申诉或举报，也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身体界限的认知已经有所提升。 月经检查其实它反映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是一个所谓的社会的不同群体里面对于女性的身体权和尊严那方面的常识有所缺乏。 陈其旭强调，这种月经检查的做法必须被正视和解决，因为一旦学校纵容这种性骚扰文化，最终校园将会沦为灌输一代又一代学子具有欺凌和歧视行为的畸形教育机构。对于经历过月经检查的受害者来说，那是一生的创伤。 经历了月经检查后，因为他们都是在被逼迫、说不出话的环境下长大的嘛，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很难去求救，自我价值可能会比较低。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很难跟其他人就打交道或相处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求救。那些从童年或少年时期经历的那些心理上创伤，这可能会影响他们一辈子。